非此不不不不可寻此短见的。你们俩起小这点故事，话说来长了。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。师哥，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吧，不行了。爷爷，您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呀。新君临朝，江山易主，咱们就等着点新票子吧。师哥，你这师弟啊，也不知道是这世道跟他找别扭，还是他跟这世道找别扭。你也不出来看，这世上的戏都唱到哪一出了？说的是一辈子，差一年、一个月、一天、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。可那是戏。你们杀了我吧！哎呦，是您二位呀、啊！您二位有20多年没挨一块唱了吧？这啊，对。